好，针对谢龙介呢，用性别歧视以及非常粗鄙的字眼来骂高雄市长陈菊的北京行事通北，陈菊今天以沉重的口吻表达遗憾，同时强调谢龙介是国民党重要的一位发言人，认为党如果有自省的能力，应该出来道歉。不过陈菊说他并不期待。